先当朋友，舒服又自由，别铁三不靠近。在我面前呢就有几个酱料的，今天呢我们每期一爆就有一个很特别的环节，就是要请女神食酱料。是女神食酱料，女神不是酱料，那两个呢就要作为一个竞争的。咪眼眼啊， OK， 咪眼眼啊，咪眼眼啊。先重口味的。谁包？咩味道啊？有 BBQ 的味道，应该是咩啊？叉烧酱。OK， 好，系估错咗嘅，系叉烧 sauce。错咗。我错了，傻啊！你又错啊！另外的明真，好，明真，你要吃什么啊？闭眼睛啊！好期待哦！是有面包粘吗？啊，好，好，明真张开嘴。Mayonnaise， 哎呦，几叻啊！聪明。而家一比一啦，我都系一比一啦，系啦，其实我讲笑啫，一比一啦，而家到你眯埋眼啦。哇，好複雜啊個味道！海鮮醬，哇，海鮮醬啱咗喎！哇，真噶 ！OK， 到明真啦。真要咗老婆，我同你講，我係你嘅話就 capture 呢一幕，以後鬧交嘅時候攞嚟威脅佢。這是泰國辣椒醬啊！泰國辣椒醬。泰式什麼的？泰式辣椒。泰式辣椒嗎？還是什麼的？最後答案是，最後答案是泰式辣醬啊！它是 XO 醬加泰式辣醬。所以就要接受惩罚了，是看看惩罚是什么。现在呢我们就要明真，因为他刚刚输了嘛，所以我们的大惩罚就是你得背你的周周，然后唱不占有的 chorus。 好、哦、OK very good。 哇，哎呀，可以耶，真的是可以耶，好夸张。还要唱歌。好，不如我，不如我们先当朋友，舒服又自由，别解散不靠近，牵我的手。不如我们先当朋友，互相不要求，没有别的期待，感情更长久。虽然我不可能没感受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他是把这些所有东西都献给麦登登啊，支持明真哦。Yeah！喜欢上一个人。